来到柳公一系列挖掘机的世界，汇聚全球100多位专家智慧，历经多年研发，精心打造国内领先、国际一流的柳公全新一代一系列高效挖掘机，强劲动力，创造高效。康明斯，柳工战略合作伙伴，为柳工一系列挖掘机量身打造世界顶级原装进口发动机，六缸直列，扭矩更大，功率强劲，高效低噪声液压泵，通过改进内部零件的间隙，使泄露最小化，新型节能主控阀，阀内压力损失减小，最大限度发掘机器潜能。柳工一系列挖掘机，铲斗挖掘力提升15%，是作业效率提高的强力保证。全球领先的 IPC 控制系统，智能管理整机各项动力特性，使发动机与各液压部件之间达到最佳匹配，从而使作业效率提高，燃油消耗降低。柳工全新第五代一系列高效挖掘机，整体效率提升15%，重视燃油，创造财富。一系列挖掘机可在液晶监控器上非常方便地进行多种作业模式切换，面对各种工况，在实现高作业效率的同时，降低了不必要的燃油损耗。柳工一系列挖掘机，一秒内没有液压请求信号，发动机转速自动减少100 RPM， 在3秒内没有液压请求时，发动机将自动降低至1250 RPM， 当重新开始作业时，发动机将迅速恢复至当前油门设定转速。柳工全新一系列挖掘机，燃油消耗降低10%，操控一流，随心所欲。全面采用柳工川崎联合研发的新型主控阀，微动性能更好，这将使您的作业更精细、更便捷。更科学的油路分配与管理，在平地作业时使斗杆运动更迅速，铲斗动作更敏捷，回转力矩提高20%，回转更平顺流畅无延时，可选配左右手操作方式切换阀，轻松满足不同用户操作需求。柳工一系列挖掘机高效复合操作，拥有完美的整机协调性。坚固耐用，大气刚毅。康明斯发动机，世界工程机械顶级装备，专为柳工一系列挖掘机定制，故障出现率大大降低。一系列整体精心布局，结构件系统全面得到优化提高，动臂制作采用铸件结构，动臂采用大横截面设计，各主要受力面得到有效强化，上下盖板均采用一块整体式钢板，减少了焊接量，采用厚板材强化设计，提高了耐疲劳性，铲斗采用高耐磨性材料，提高了使用寿命，配备标准斗、加强斗、岩石斗等多种铲斗，用户可根据施工要求灵活选择。回转平台边梁高度增高，平台底板厚度加大，回转力矩提高20%，整体式底板设计，主底架截面加高，行走驱动力提升20%。
柳工一系列挖掘机，高可靠性，满足重负荷作业，保证了机器长期稳定施工。柳工一系列挖掘机，操控舒适，力保安全。国内首家通过 ROPS 认证，行业最宽敞的驾驶室，更舒适的驾驶空间，减轻长时间作业疲劳。大容量多点环绕立体送风空调系统，使驾驶室全年保持舒适温度。新型减震器噪声降低2至5分贝，隔震率提升92%，实际作业时整机稳定性提升20%。柳工一系列挖掘机，追求舒适的安心作业。柳工一系列挖掘机可装备符合各种国际排放标准的发动机，轻松符合欧美严格规定的排放标准。柳工一系列挖掘机追求世界级的环保性能。便捷保养，省时省力。一系列挖掘机整机维护保养部件与操作接口统一布局，站在地面就可以轻松进行各项维护操作。便捷的维护与保养操作将为您的作业提供更可靠的保障。全球 GPS 定位系统实时监控整机各项作业数据，向用户反馈机器的各项健康信息。柳工一系列挖掘机一站式世界级维护保养，传承经典，大成之作，高端品质，顶级享受。柳工全新第五代一系列高效挖掘机，世界柳工源自中国。